工作狂。杨幂自曝假期不回家，就喜欢一直在剧组待着凤凰网娱乐圈。近日，杨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自曝自己的假期安排，直言即使有假期也会好好的待在剧组不回家，而且也已经形成了一种生活规律。杨幂当被问到做出这种取舍的原因时，杨幂则微笑解释说，因为出门一趟挺累的，实在是不爱折腾，大多数演员都不爱从好不容易投入进去的工作状态中脱离出来，现在希望在剧组就好好的在剧组。分享赞相关阅读工作狂。杨幂自曝假期不回家，就喜欢一直在剧组待着凤凰网娱乐圈。近日，杨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自曝自己的假期安排，直言即使有假期也会好好的待在剧组不回家，而且也已经形成了一种生活规律。杨幂当被问到做出这种取舍的原因时，杨幂则微笑解释说，因为出门一趟挺累的，实在是不爱折腾，大多数演员都不爱从好不容易投入进去的工作状态中脱离出来，现在希望在剧组就好好的在剧组。分享赞相关阅读